就跟你讲，咱这个广场家哈，咱要做一个海洋平台。好啊，这个海洋平台计划就是咱争取这个咱前瞻计划哈，水环境计划。好啊，大概咱的项目哈，一个海洋平台以外，咱阁有真水的这个栏杆哈，啊，阁有甲咱这个观光飞机连接的一个遮阳哈，遮阳棚。好啊，这遮阳棚设计了拢真水。以后咱的民众吼，会当伫咱的遮阳棚下骹吼，啊，伫遐谈天、喝咖啡、看夕阳、看咱的渔船的进出，吼，可以说吼，整个将近渔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。那这个海洋平台呢，咱会当提供给咱民众吼来做些拍摄，吼，或者是说表演，吼，等于说民众到将近渔港来吼，有一个娱乐的一个吼一个舞台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就要请游客自由发挥。好，我们制造这样的一个自由海洋的一个平台哈，希望是说把我们海洋的一个特色哈啊连接起来。好，爱民众到这里来哈，有一个休闲啊一个广场这样。所以这个建立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欢迎民众到这个海洋平台来哦，每天在这里可以看到。非常好，非常美的一个晚霞，非常棒的夕阳，那最近我们四虎三部曲当然是到正雅咖，那以后这里也可以提供一个非常棒的，一个那个人中送夕阳的一个。将近一港吼，那在咱的东北季风行吼，但我们这边最主要的渔获就是拢洄游性的鱼类。洄游性的鱼类啊，大概集中在现在这个季节哈，当然是以白带鱼、墨鱼、肉节啦，肉节啦就是咱咧讲的刺鲳啦哈，啊，咱乌鲳、白鲳，啊，另外搁一个是冬至卡哈，冬至前后有一个乌鱼哈，这嘛算咱这大宗渔获。啊，每一种鱼啊哈，每种鱼啊。有伊每一种鱼也无同款的口感，因为它伊本身吼，那个每一种鱼叫温啊鱼吼，温啊鱼每大概鱼啊价格拢差不多同款味，但是那是海的鱼啊，就是每一种鱼啊有每一种鱼啊伊特殊的味道吼，白带鱼有白带鱼的味道。那乌鲳有乌鲳的味道，白鲳有白鲳的味道。啊，当然，搁另外一方面，这段时间嘛是虾啊，生产期吼。啊，咱这虾啊有白虾，吼，草虾，有剑虾，有火烧虾啊，啊，搁一挂这杂虾啊。